好，我是徐娜老师。社工作为澳洲的移民专业，哪怕是在目前疫情状态下，也丝毫没有受到政策影响。那么对于想要移民的小伙伴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徐娜老师给大家整理出来了几个学费相对比较划算的课程项目给到大家。这里徐娜老师给到的学校选择都是受澳洲社工协会认可的社工硕士课程，有部分学校也有偏远地区的移民加分，徐娜老师也会一一说明。首先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 Master of Social Work， 学制的话是2年，开学时间是在2月份，学费的话是24104澳币每年。校区的话会有3个，那么注意了，布里斯班的话是没有偏远地区加分的，那堪培拉和 Strathfield 是可以的。入学要求的话，本科要有相关的专业哦。英语的话要求雅思4.7或者是 PTE 4.65。接下来是南十字星大学的 Master of Social Work， 课程长度也是2年，开学时间只有2月份，校区是在黄金海岸，每年的学费是在26800澳币，入学条件依然是需要本科有相关经验，本科有相关持有本科学位，入学条件要求持有本科学士学位，其中至少1年或同等程度的全日制社会学以及行为科学的课程，英语要求同样是雅思4.7 PTE 4.65分。接下来是格里菲斯大学，格里菲斯大学的 Master of Social Work 课程长度依然是2年，开学时间的话会有2个，一个是7月份，一个是11月份，校区也是在黄金海岸，学费的话只需要27500澳币每年，入学条件也是会需要相关学位的本科学历，语言条件要求会稍微低一点，只需要雅思总分7分，单科不低于6.5分。接下来是昆士兰大学，8大之一的昆士兰大学，没有想到学费居然会低于30000澳币每年，只需要27744澳币，同样一年只有一个开学季，就是2月份，校区在 Lucia， 入学条件是需要学士学位，至少1年社会以及行为科学相关课程学习。那么英语要求同样是雅思4.7，但 PTE 的话要求这边注意咯，需要4.72分。接下来是联邦大学，联邦大学的 Master of Social Work 会有2个开学季，一个是2月份，一个是7月份。二月份的开学季是在 Berwick， 7月份的开学季是在 Mountain Helen， 这边也要注意了，每年的学费只需要25800澳币。英语的要求的话同样是雅思4.7 PTE 4.65分，入学条件上面有写清楚，大家可以暂停查看。接下来是阳光海岸大学，阳光海岸大学的 Master of Social Work 每年开学是2月份一个开学季，校区同样也是在 Sunshine Coast 阳光海岸，每年的学费是在26400澳币，入学条件依然也是需要有社会与科学相关的学科，至少有1年。但这边注意了，它有 PS 和面试的要求，语言的要求的话同样是雅思4.7。这边最后还有一个澳大利亚应用心理学院，这个同样也是受澳大利亚 AASW。也就是社工协会认证的课程 Master of Social Work， 课程长度的话2年，开学时间会有3个开学时间，2月、5月和9月，校区的话是在悉尼和墨尔本，每年的学费只需要23720澳币。这边注意了，同样申请澳大利亚应用心理学院的社工硕士也需要 PS， 但是英语要求只需要6.5分，单科不低于6.0。这边徐娜老师总结，第一，以上7所社工硕士全部受到了澳大利亚社工协会，也就是 AASW 的认证，毕业后只需要满足980个小时的工作经验即可递交职业评估。第二，以上课程中有偏远地区移民加分的有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堪培拉，还有 Strathfield 的校区，格里菲斯大学、南十字星大学、阳光海岸大学、联邦大学的 Mountain Helen 校区。第三，其中阳光海岸大学和澳大利亚应用心理学学院是需要提交个人 PS， 也就是个人陈述，大家一定要注意。第四，澳大利亚社工协会 AASW 在做职业评估的时候会要求语言达到雅思4.7，当然可以半年内凑分，但是阳光海岸大学和澳大利亚应用心理学院的入学要求可能会比较低，所以对于英语成绩不太好的同学依然是有机会的，只需要在毕业后做职业评估的时候达到社工协会的要求就可以了。第五，每个学校的社工课程都有国际生的名额限制，有的只有几个名额，所以申请一定要提早哦。那接下来就是沈娜老师的案例分享了，自己同学在上海工作了8年，想要改变生活方式，所以找到了我想要移民，根据学生的情况推荐了就读社工硕士，顺利拿到南十字星大学的 offer， 还给了奖学金哦，有4000澳币的奖学金。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有想要咨询的同学，欢迎评论区或者是私信留言哦。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啦，拜拜。
些教育呢，在国内和国外都有公司，那么主要就是负责英国、澳洲，还有就是新西兰，还有香港的留学申请啊、签证办理，还有就是移民办理的等这些业务。Hello， 大家好，我是魔力教育的阿丽老师。魔力教育从留学申请、签证服务到后期的接机和住宿，都给您提供一个便捷的服务，给您最好的留学体验。Hello， 大家好，我是魔力教育的徐娜娜老师。魔力教育专注于在线上和线下给大家提供留学或者移民服务。徐娜娜老师在企业有着10年的工作以及管理经验，以真实案例从升学和就业两个角度给大家提供留学和移民服务。大家好，我是魔力教育接力老师。魔力教育身在网络也在眼前，给您最放心的服务。我为您申请商科硕士，我为您申请曼彻斯特大学，我为您申请澳洲国立大学，我为您申请酒店管理硕士，我为您申 UCL 大学，我为您订接机酒店，我为您写签证文书，我为您做签证培训，我为您做选课辅导。